周年庆返场皮肤投票活动已经开启，截至28日晚10点半的数据也大概就是第一天的数据。目前排第一的是孙悟空的孙行者，票数1633750，果然是猴哥的人气旺盛，第一天的票数就破千万，直逼2000万大关。看这势头，估计明年孙悟空肯定还得出皮肤，还必须是限定的。第二名，貂蝉的御剑胡旋，第一天的票数8903228，这款皮肤整体效果确实不错，并且还是和郭靖版联动的皮肤，要是价格能有优惠就好了。第三名，孙尚香的一剑灵线，第一天的票数7134885，这款皮肤无论造型和手感确实都很不错，只是价格太贵了一些，返场还没有优惠，有那么一些小坑。第四名，典韦的戴宗，票数5660965，这是典韦最好用的一款皮肤。第五名，公孙离的奇血灵柱，造型和特效是公孙离所有皮肤中比较靠前的，而且经过好几次优化，比刚上线的时候要好很多。不过他和韩信的飞亨票数差距不大，两款皮肤相差100000的票数，能不能坚持到最后一天还未可知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凡是女英雄得票高的皮肤都是传说皮肤，特别是第二名和第三名，他们还是联动国际版的皮肤，价格都不便宜。那么大家对于第一天的投票情况怎么看呢？注意，以上数据是截止10月28日晚10点半之前的。